好，我们捣鼓一下这个线圈线圈也就等于是技能啊，技能它是个怎么个回事呢？比如说，它这里这个你要获取这些技能的话呢，你得满足这些条件。首先是你的属性条件哈，你看力量就是那个火技能，一级火技能就你就需要力量达到10啊，二级就25等等这样，你的属性这一块哈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线圈需求。一级的火技能需要有10个点火线圈，这个10个是怎么计算呢？就首先这里是已装备线圈的这个数量哈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火线圈右下角是4，就等于是它现在是4个了哈。它这个数值是等于是你现在装备着的这些装备上可以看到，就是有那个线圈属性嘛啊，就是这些的总和啊。然后呢，那些不够的，你就可以往这些装备上这个它有线圈插座啊。往这里面，比如说这个衣服啊，我在这就是线圈工作台装啊，往这里面啊，它不是有两个线圈插座嘛啊，就这两个线圈插座，往这里面塞刚刚我们这个箱子里的这些线圈啊，可以往这里面塞进去，然后也随时可以拿下来啊，这个弄得挺方便啊，当然。这些线圈你还可以升级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就一个就顶2个了哈，就这样。但升级这些的话，哦，你可以用多个线圈组合成一个更高等级的线圈啊。但这个需要的材料很多啊，所所以，以呢还是需要很多线圈啊，很多线圈。那我们还是得去开房子是吧？就我你也先拿看不看我到。们现在有哪些线圈最多，就火焰线圈最多啊。然后火焰线圈的话，你可以获取的技能有火技能、致命一击、爆炸抵抗、火抵抗啊等等这些，感觉都不是那么好啊。首先我们现在堡垒线圈也比较多，有它的话可以学穿刺、爆炸抵抗、无敌等等等等这些技能哈。首先，比如说这个穿刺的话。远程攻击的时候有概率穿刺目标，就是透过目标嘛。但是这个感觉用处可能失潮的时候比较有用，把一发子弹可以穿透目标是吧？听起来是这样。达到多个什么屠夫什么的是吧？还有个无敌的话，就是受到伤害时有1%的概率可以保持3秒无敌状态啊。三级的话是10%的概率，这个概率是不小啊。然后格挡升级。等等，格挡范围进一步增加，然后吸血倒是吸血也挺有用，吸血哈，这样的话它是需要有毒线圈，有毒线圈我们没有，吸血10%，所以这个还涉及到就是你装备，你为了满足线圈需要你装备也得调整哈，因为每个装备它自带的线圈数值都各不相同。首先，我们看能不能弄这个闪电啊？一级，先看一级，注意力10，注意力啊，我是充分够了。然后，闪电线圈10个，纯闪电线圈10个，我看我们装备，先把，首先看看头部，有没有带闪电的？闪电，最高的也就一哈，然后护甲方面也是加一。然后手套看看，我们手套方面，闪电现在目前身上的星是9哈，9，还差一个，差一个呢，我们就拿一个闪电线圈去往装备上钉上去，先放进去，好，然后再拿出来，这样可以看到它的线圈插座啊，又加了一个闪电。好，这样，哎，闪电怎么没有触发呀？我不是已经有10个闪电线圈吗？我这个注意力不够啊。那你还得升级是吗？不是都升到10就行了吗？不是，注意力还需要10，但是我这个注意力没到10啊。这装备当中，我记得有加注意力的。这个注意力直接加10，那这样的话，他们本身自带的闪电线圈加2就没了，那我就
啊，多放几个闪电圈圈吧。行，嗯，不行，头盔太丑了。算了，用这个头盔吧。哦，这边也放进闪电线圈啊。是没关系的，你丑没忍能吓着丧尸。好，这样应该好。闪电这块亮了哈，只有一级，触发力只有10%啊。二级的话25%，三级的话50%，需要闪电线圈20。这样的话就肯定得把单个闪电线圈升级了哈，让它一个顶两个，这样才能达到20这么高。闪电出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还能如果再好好稍微组织一下的话，感觉顺便能把其他的也能激活出来哈。你看这个闪电线圈，它还能用于致命一击和穿刺闪电抵抗。可以的话，我也能闪装电备。抵抗的话注意力五，注意力五满足，判断力五，判断力也满足，闪电线圈10满足了，再需要一个抵抗线圈五。哎，等一下，但是我们需要闪电抵抗吗？哪有什么怪会闪电袭击啊？这个线不用管，我们看致命一击。致命一击的话，闪电线圈只需要五啊，我们现在10超出了，然后力量五、注意力五都满足，还有点火线圈10就行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六，是吧？已经是六。那再往装备上嵌入4个火焰线圈就行。问题是四个啊。插座线圈插座4个满够哈，好复杂。或者是看看在同样这个闪电线圈数量不变的情况下，有没有能够代替的装备，就是带火焰属性的啊，腿里面放进3个，好，同时激活了火、闪电、致命一击，因为致命一击是它是。火和闪电啊，需要10个和5个啊，这样我现在同时激活了3种技能。致命一击是什么？2%的概率发动致命攻击。致命攻击是什么？伤害翻倍呢，还是直接一击必杀呢？它的最高级是15%的概率发动哈。好，现在我们都是一级的哈。攻击时有10%的概率，就是说你出招。频率越高啊，这个触发的概率就越大，是吧？在同一个时间内，所以这种时候拳套可能有它的作用，是吧？因为拳套是攻击频率最高的武器啊，就这个啊。那我们的常备武器就双手戟和这个黄铜指关节了。这个长矛啊，长矛先放进去啊，长矛先放进去。那面对一堆敌人或者广阔的空间里，用这个双手戟，然后在狭窄空间的时候用这个拳头啊，也可以用拳头附加上攻击之后，附加上那个技能攻击之后，然后再换成这个双手戟，再接着打，然后再换拳头这么打。你看，像比如说这样，那我换。哦，不对，有刺哦，我有点嗨了，打着的。那我穿什么装备呀？你，对呀。等下，那我给你，等一下啊，行，那给你组装一下看看哈，给你组装一下看看，这个得计算，知道吗？首先，你把你身上的装备全部都脱了，然后放进这个上面中间的箱子里面，就是这个技能没法给你选哈，知道吧？就就是有什哪个么？技能能够凑齐那个。条件就给你弄哪个技能哈，好。我看那我们先看看衣服的话，好像堡垒线圈比较多是吧？堡垒线圈比较好弄。然后你的现在属性怎么样？你的属性三维不这个六角形这个全部都判断力判断力点，三，耐力也没到10啊。我可以重置，这可以写，这写的可以重置吗？哎，重置可以重置。哦，需要你看，需要金鲤鱼汤金鲤鱼这种东西见都没见过。他给你设了这么一道哈，嗯。就是重置，挺合理，挺合理。然后拆一个冷却线圈，一个灶吧，灶吧。行，我们不是有块粘土吗？有一个粘土，嗯。在哪来着？粘土是贵重物品，应该会放哪？
不知道。哦，他这个线圈弄得好复杂呀、啊，就没点研究精神都搞不明白。粘土，粘土，啊，粘土在这儿，我们有三个啊，因为石头所以放在这儿了是吗？好，我现在造一个冷却线圈哈、啊，因为我现在给娜娜要冲这个冷却哈、啊，然后需要攒够石的话，现在这几个装备啊，它的冷却数值是加起来的话是8。所以差的那个两个需要用这个线圈来通上，但是线圈我们冷却现在只有一个啊，所以再造一个冷却线圈。好，好，然后，手套放进一个冷却线圈，然后头盔再放一个冷却线圈。好，这样，这个冷却数值达到了10哈，然后同时看看。堡垒这一块，堡垒，它现在堡垒是3、4、6、7啊，那把堡垒再弄成10个吧。堡垒的话我们就很多哈，堡垒线圈很多啊，不对，它这个堡垒线圈给它即使冲上了10，但它娜娜现在它的耐力值不到10，它的耐力值不到10。但是不可以等升两级之后吗？升两级很慢呀，现在我们已经38级了，所以这个堡垒这个冲到10它也没用哈，无敌效果无敌技能它没法激活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样的话就堡垒这块先暂时放弃啊，先看看它现在已有了冷却线圈的话，那还能弄什么自愈的话，记忆5生命力5这个应该可以啊，有毒线圈还有5个吗？有毒线圈啊，有毒线圈也差一个，再造。你可算好了再造。就是这种时候用嘛，是吧？就这么差一两个的时候就用嘛，是吧？这种时候用才是用到最有效的地方。好，现在往。娜娜要给娜娜装备上那个，给她的插座里面全部都装上这个有毒线圈。好了，这一套你穿上看，但是你也得戴帽子。哦，是吧？你在哪？我在房顶上，我到处检修，那我下去。我上去吧。行。我把家里的围墙什么的都检修了一遍，然后那些地上，哇，弄这个线圈已经一天快过去了，没有快，已经过去了。好，我往地上扔哈。你好像一只蜻蜓啊。想想，就外观不知道会怎么样哈，反正就冲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没激活呢？怎么没有裤子呀？还是这一身就是没裤子呀？不是，我的技能怎么都没有激活呢？怎么看激没激活呀？你按吸，激活了两个吧？嗯，寒冷和自愈，哦，感觉是感觉不错是吧？寒冷的话就是你能冻结敌人，我用这个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吧。娜娜现在是激活了寒冷和自愈哈，就寒冷的话，你现在有10%的几率寒冷会出击，这应该是冻结敌人的意思，是吧？然后自愈的话，你现在是每秒恢复1，这个技能挺好啊，是吧？你就在那儿就自己回血了。哦，这也挺好。我的技能怎么突然没了？但是有点丑啊。哎，也行吧，丑就丑了，好用就行。我会不会也变得不灵活了？啊，对，刚刚穿错衣服了啊。好，现在我是激活了火，10%的概率让、哦、应该是让上次着火吧，然后致命一击2%的概率发动致命攻击。哦，变得好笨重啊。10%的。概率啊，让你闪电，这个闪电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哈、啊。我们现在出去一趟哈、啊。啊，我变得好笨重啊！我现在像你一样。对啊，穿上衣服就那样。但我现在是皮甲，都是皮甲，我倒是跑得很快。那我也想换皮甲。天哪，我这是在走什么猫步吗？去哪？怎么往那边走了？开房子去。那边有房子吗？有。啊，好慢！哎，底下有一个落单的丧尸正在追我们。好，不用理他，快点，趁着天还没黑，我们赶紧去开几个房子。
突然下去不是会？没事，这一点点血。啊，你有自愈能力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好慢。跑得好慢呀、啊。接下来你那个你的那些短板哈，什么判断力啊这些，你要加上哈。嗯。你腿好粗啊你。这是哪呀、啊？请你不要在死亡线上试探。本身我现在心情就不是很 happy。好，待会儿打的时候，分别用这个双手戟。这就掉下去了。攻击速度慢的双手戟和那个攻速快的拳套啊，分别打看看。好，现在拳套。触发，我们俩哦，让他着火了。嗯，这么快就有用了。嗯嗯嗯。那还不错呢。哦，里面一堆。嗯，这个地方我是看中它很久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升级了。嗯嗯。哎，这里面还有线圈。哦，好贵。哦，闪电啊！反正先把它们烧上一圈。用火焰这么一喷的时候也触发了它这个闪电效果。跟我打。啊，你的毒不是你是什么冷却是吧？对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。你用火焰喷射器，你用火焰喷射器吗？哦，看到了吗？你用火焰喷射器吗？有。你喷他们一圈，喷一圈，我，然后应该会触发。嗯，没有。啊。放回拳头。哦，这个好慢呀、啊。哦，闪电！我得重新适应一下我这个慢吞吞的身体。啊，好不习惯呀！嗯，风水轮流转了呀！你的样子我也好不习惯呀。这还有丧尸，你接着把他打死。不过怎么有了技能之后，掉血掉的更多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。我是觉得主要是因为太笨重了。出来出来！哎，线圈儿啊，不是，又是止疼药。哦，把这个血厚的丧尸活活打死了。嗯。啊，这个拳头够不着。哦，让他着火了。嗯。我拿到了一个堡垒线圈，一个闪电线圈。啊、我继续开隔壁的房子。行，反正就这附近你就开吧。嗯。这边都是我看不顺眼的地方。这个房子是进不去是吧？哦，不是每一个房子都能进去。哦、你往上走，这边有一圈能进去。你带路。好。我们去一趟地铁。不用，跟我来。这边有我那天被咬的一咬之仇的地方。你跑得好慢。跑不动。你在嘲笑我会翻脸的哟。这里，从这跳进去。我就那天就在这被咬的。这里面是吗？对，这里面。这里。哎，这有一堆信息。对对对。哦。火和闪电同时被激发，嗯，哦、好帅呀、啊！但是10%好像不是那么频率不是那么高。嗯，我收集了哈。嗯、啊，好想把它拖了。这个屋里面吗？对啊，就这些屋子都开吗？都是我看不顺眼的地方。不过加了线圈之后感觉像另外一个游戏哈，你就很想让自己变得能又跑得快，然后又能激活这些效果。我现在是跑得非常慢。那些房子里应该都有线圈，有盖有线圈，应该有，
这种小的环境就用全套。嗯，我在这个房子周围收集哈。你食物带了吗？出来是吧？不过外面来了好多丧尸，冲着我来的吧？我也想打几下。哦，这个激活了还是很有用的哈。哦、里面清完了吗？里面清完了。行，那我一起进去哈。我绕一圈，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草东西。我闪电，这个闪电是不知道是什么个，这是未来的载具哈。啊啊，他下次大更新的时候可能就用上这些车啊，这些车可能就都能进去了啊。嗯，不知道这个闪电的功能是什么，除了那个增加伤害以外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什么范围伤害等等这些，嗯嗯、或者是在水里会不会就是能够电击他们什么的，会不会能电鱼啊？射箭远程，远程也能触发吗？你射几一会儿箭看看呗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那这个用比起这个弩弓就更合适，因为弓的那个射速嗯更快嘛。啊，好慢。那你这个寒冷这个弓箭线圈拿到一个点火线圈。啊。那我弓箭应该也能挺厉害哈。嗯，我记得去对面开这个房子了哈。嗯，好，我就跟着你的那个开门的方向走一走。只有你？那我这个是点儿。哦，好狭窄的空间。我在这房子周围转一转哈。嗯。能，哎，有矿，我采矿去了。你清完了告诉我进去哈。嗯。这一片我不顺眼很久了。哎呀。补血啊。嗯。还得再稍微适应一下啊，现在打的不是那么有效率。嗯、等会儿再上去。我们一旦适应了，我们就无敌了。哎呦，这个还跑大了。闪电不知道能有没有什么让他们眩晕呀、啊、什么的那种，可能大丧尸能看出来，小丧尸就这些效果看的不是特别明显，不过能冰冻的好晒啊。嗯，这种房屋里面的这种贴图就以前有过吗？没有，我说了它变精致了，现在有壁纸什么这些东西了，以前都没有。哦，以前都很粗糙，现在而且屋里的东西也开始变多了。哦，这个屋子里面应该可能有一些好东西。哎，前门，你打吧，我进去了。你的剑我都拿了。嗯，这屋里装饰好多呀。对呀、啊，还挺好看的，复古风呢。哎呀，窗帘还是蕾丝的呢，前面还有十字架。升级感觉现在还不是那么慢。哦。你只要一直打它，感觉就不是特别慢。啊，好想好想把衣服脱了，我懂你以前的感觉了。我让他着火了。哎，这么大房子真没什么东西，连个线圈都没有。哦，好失望啊。
大的院子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这个地方挺适合做基地的。大好爽啊！火焰和火被打死了，还想射他几箭，效果不错哈，刺激效果。我们回去吧。把这个屋子开了，我刚刚就是为了开这个屋子跟他打的。嗯，好吧。那些漏网的你就打哈，现在你也可以打了哈，是吧？嗯。怎么了？烧到我了！哦，还好没有把我点着。好混乱呀！你也在打。你是在哪打？在外面。刚才射了五箭还是六箭，一次都没激活。哎呀呀，爆头了！啊，我还想试验一下呢。丧尸挺多。什么？嗯。好了，有点多。需要我下去吗？不用，两只。看我能不能激活？哎，又没激活。顶上清的怎么样了？好了。好，我进去了。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二楼我搜吧，然后我们回去吧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回去吧。等我把衣服脱了。哦，好太忙。那试操的时候你不穿衣服？看情况吧，应该是不穿，本身我蹦的就不好。这些都是能开的房子。哎，你别进去啊。我进去。现在打架变得有意思了。就是一下子好像像换了一个游戏一样。等下次来我们再开这些房子吧，这里面肯定都有线圈。哦，你那边看起来电闪雷鸣的。走，等我把头盔也摘。好了。哦，好轻松。你这什么呀？你是原始人吗？你之前一直都是这样，文明直接回到原始社会了是吗？被这个丧尸弄的，主要是被这个线圈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是吗？对，你以前一直都这样。好吧，我开始收拾后院。我今天就一整天捣鼓这个线圈。但是确实挺好玩的。嗯。感觉我们再出去打怪，我们就不是昨日的我们了，是吧？墙什么我都就是检修了一遍。现在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啊，你要换呀，我还修了它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在想把这个往这边延怎么样？往这一块延。主要是现在在这边那个炮筒啊，总是在后面站在。后面然后往这边扔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后面这一块比较空旷，没有陷阱，所以他们就可以就悠闲的站在那儿砸这个。但是如果把这个陷阱，把这个钓饵陷阱往这一块延呢，那在这边那些丧尸也能那么悠闲的站着扔吗？而且越接近这边，那从这边开始他们就进入钓饵陷阱的范围了啊，从在这边开始就往那个钓饵陷阱那边冲。就进一步降低对我们的威胁。理论上啊。行，那先那么弄看看啊。
然后然后这些东西是留着啊，这些是留着啊。这边就用半地板。然后，等一下，都怎么不让放了呢？不知道。之所以要往这边转一下，是因为为了让丧尸们掉到这下面哈，就是让丧尸们掉到这下面去这一块啊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从这儿开始这么重新跑是最有效率的啊。如果让他们从这边掉下去的话，有可能掉到这下面去。只能往这边延吗？这边就能，这边就不能。学点东西，那个猪蹄儿烤猪蹄儿给你做了哈，晚上别忘了回来啃一个啊。好，这都剩85%，全修了哈我。好，这样，这四周还围吗？围吧，这会儿用这个没有带这个窗户的这个围墙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也改成电动的插头和马达。这个它也挺有用的，嗯，非常有用。好，现在它也是电动的啊，然后，给它接线。连上2号分线器啊。然后其实，风车其实今天应该再多造一些啊。电不够，我那们不是可你，以骑车。对对，就所以现在还是得你来骑车啊。行，我现在过去骑一会儿吧。行，我去修风车哈。好，左边的电池是后面这个供电是吧？地上怎么容易雪这么少？就坏了一个风车，就坏了一个，啊，要坏就赶紧坏呀，别在丝绸期间坏，哎，对，这个是不是得加围墙啊？这个还行，你看没被打，因为我给它修了。是吗？对呀，被打了，我当时掉血掉多吗？掉了20吧，好像。是吗？嗯。行，我当时给你嘟囔，这外面的墙我也都修了。就这个，还是一个木，我还垫不起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地方很关键呀，就这些地方都很关键。那现在怎么了？赶紧得给他造个防护措施啊。变成那种烤肉网吧，嗯，要不然就把这个震碎了。好，那这样丧尸等于被强行分流了哈。没有这个也一样，反正是吧，就是最窄的那个瓶颈是没变的啊。这块也升吧。反正铁矿现在我们也还算有，安全为主。那后面那几个墙也生成铁的了，就刚刚你补的那几个，那块剩10%，我补的。哪个？就旁，就大门旁边的这那个？个，10%还是40%，反正也挺低的。剩下哦，两块还行。浪从潮浪开潮始开了。始了，回来啃猪蹄儿，回来啃猪蹄儿。我骑了这么半天，才长了一格还是2格的电，我得在这继续骑。你前面自己观察。